我天，太大了！今天大退潮，爽姐又来赶海了，看我们能捡到什么，走吧！看这地方有一只要死的章鱼，嗯，它可能累死了，要没赶上潮水，看这个不行了，有点，但是也还算新鲜，收了吧。然后看还有啥，哎，这地方有虾，这都死了，这有个虾都死了，不行了，可惜这把马虾，要活的可贵了。这还有一只，被他们俩看到没有，这都是海虾，海虾的尾巴是彩色的，这虾要活着可贵了，收了吧。再有只，这只还活呢，看到没有，退潮退得太快了，他们都落在这儿了。这只还好，这只还没全死，脑袋还是鼓的，看到没有，你一抓它脑袋就鼓起来了，还气的，看越吸越肿越大，像河豚一样，越鼓越大脑袋，你看，哦，它气成这样了，都鼓起来了。我们再看看还有啥，有啥呢，哇天哪，哇天，太大了，哇天，哦，哇天哪，它多长啊，哇靠，太大了吧。嗨，你们好，哇天哪，呵呵，太大了，我居然捡到龙虾了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上天的馈赠，好大一只啊，哇靠，太大了，好开心，我要回家开饭喽。这个桶能装得下吗？好像装不下这桶。哇天哪，让你趴着吧，太大了。哦哟，哦，我天，太大了，这只都装不下了。哇天哪，太大了，不行，装不下了，我这么扶着吧。这够我们一家人吃的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